早上太太，早上先生，你好吗？我想介绍自己，我叫伊拉哈山啊，我今年22岁，我未结婚，我算未够，我已经在业系人的2年，我是照顾小朋友，正干正屋企，煮餸买餸同其他，我希望太太先生理解我在业系香港。我会近来留下电话，安博在做门，安博做门，两年合约。OK， 你叫咩名啊？我叫伊拉哈山啊，弟弟。你几多岁啊？我未结婚。你几多岁？我今年22岁，弟弟。你结咗婚未？我未结婚，弟弟。你先有冇做嘢啊？我以前做嘢喺人哋两年提底，做乜嘢啊？我识照顾小朋友，正干正屋企，煮餸买餸同其他。小朋友几多岁？小朋友8岁提底。点样嚟照顾小朋友？帮佢起身，帮佢种粮，帮俾佢食饭。咁你识唔识煮中国餸？喺弟弟，我而家学紧种煮中国餸喺中心。煮乜嘢啊？就在蒸鱼活动。蒸鱼几耐啊？低条鱼10分钟，细条鱼5分钟。咁你识唔识煮猪肉？系，我识煮猪肉，但系我唔识煮肉。咁如果有老闆叫你照顧 BB 或者老人家，你要唔要？要，弟弟。好啦，多謝，再見喺香港，拜拜。多謝弟弟，多謝先生，再見喺香港，拜拜。